走，他不走的时候，我就夹他一下嘛，他的妹，把我喷到那个，我觉得我离云好近哦，我又是后脑勺这样，砰扫地这样，我人就昏倒，我就昏倒，他们就一直叫一下啊，为什么叫你知道吗？因为那匹马在我身上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有一次呢，我就拍了一个古装戏。凌晨4点就要出班了。嗯，出班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要等天亮开始拍。那为什么要4点出班？因为我要骑马，要让那马适应一下，要渡过一个溪。那个溪的水呢，不是很深，但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碎石头。事先没有让你先练习吗？有，就是4点去练习嘛。我们在蕊的时候，那个有马师牵着马，好，让他走。那马是很温驯的，然后他牵着的时候就走，让马知道说走到哪里要停，走到哪里。那个马有时候要走不走的，那你看4点到6点，那个马会不会烦？我们人都烦了吗？怎么有可能不烦的呢？对不对？后来我看他走路的时候，眼睛就这样哭了，怎么可能啊？好演戏，一直看着马师，到底准备给他跪拜哈？好不容易天亮了嘛，好，那马师就交代说，你哦，如果他不走的时候，你就脚夹他一下。我说哦，好。哦，走，他不走的时候，我就夹他一下嘛，他的妹，我两只脚妹跑，你们夹多大力了？我你是使劲了吧？我真的刚刚马的眼睛吐出来，我真的连肋骨都断裂了，那个马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小牌，你知道吗？又怕导演不耐烦，又怕人家骂，又怕说你到底会不会演戏，所以会不到使命就夹下去啊，他就妹跑。我不知道要站起来耶，他站起来把我喷到那个，我觉得我离云好近哦，又是云，白的还是乌的？白的，你干嘛跟他告白啦？你就爱白云嘛？不是，你又看到了白云，真的，我看到白云，因为他把我喷上去的时候，我是这样转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所以那个在空中然后转的时候，有速度有慢到让你们想这么多事情哦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真的体会过，你会觉得现场的好像是放 slow motion， 对，都静止，真的会很慢很慢，都静止的。然后我就这样抛，不知道抛了几圈呐、啊，然后好死不死，我又是后脑勺这样砰着地这样，我人就昏倒，我就昏倒。那保险马没有踩到就没有意识哦。那等我有意识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叫着啊。为什么叫你知道吗？因为那匹马在我身上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哎呦！对，肚子上跑来跑去，是马就好像发狂的跑来跑去。踩你吗？有踩到你吗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没有，真的是杨家列代祖先哦，有显灵呐。如果他一只脚踩到我的那个肋骨，一定会断。对啊，他踩你哪里？他没有踩啊，他在上面上每一步都刚好踩。只是在玩游戏吧，就是哪里来的后妈子，然后那样子踩到这，可怕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马师啊，就飞奔而来，就把他牵走。